高雄厂传出火警，巨大的爆炸声响吓醒附近居民。一个很沉很沉的，就像音响一样，超重低那个很沉的音响，嘣一声这样子。后来火势就变大这样子，嘣一声有这么多声，啊，我没声。结果会化也不会化也行啊，周五染又有意外的地下水装在杯子里，从高雄市长陈菊开始闻起。今天中午12:34，中油高雄厂重油脱硫工厂传出爆炸声，随即发生大火。 常年与中油为邻，周为住户的感受最强烈。你别列以外，我做我的生意，你若搞破来着，你算来扁扁，用心改一门。高挂在庙前醒目的电子看板，用密集跑码字，确切掌握倒数计时的千场时间。除了凤屏宫、圣云宫和福德祠，甚至是后进夜市的电子看板，也比照办理。距离10:04前场的最后期限越近，传达理念的方法更直接。 要去五金迄个时阵，跳唔别讲，我迄阵初初第一波我嘛无参加即个反五金啦，哦，就讲踮要反五金，伊爱着要去，伊着要去，要去，要去，共伫迄阵我先来讲我是无参加伫咧内底，啊是后来啊到即个哦做迄落，咱行政院哦甲经济部，甲蛮承诺即个代志啊，有叫出去讲，讲了迄阵我有参加，参加出去讲安尼了，伊着含蛮承诺啊，后来我着是坚持讲，人爱守信用啊。 哦，啊，首先，你含万讲啊，啊，阮如果你嘛忍是好你，你唔通阁承办如何，你好，你后壁就承办要甲你沟通，要阁用啥物安怎样，互阮最终阮我绝对无可能接受这个代志。平时讲甲伊嘛阁去，哦，啊，人去的时阵哦，到尽啊时间到啊吼，啊，阿袂敢听，请的时阵，先拢代替吼，爱搭帮忙，哦，叫伊这个管拆拆，互安全是，当个早一日发展安尼，感谢，拜托这个新龙大姐。 日本时代吼，伊是工厂一真少，第一生起少来是无工厂，做这一间制糖尔，制糖迄个底油尔。后来伊搭有设一间迄个做滴要炼气油的，哦，迄间是做620执，哦，啊620执，迄间起来底炼油，后壁佫要佫做一间620二，迄间就做无成功，因当做一半尔，已经都伊都白建啦，国民政府来。 哦，爱当然接袂，啊接袂开始吼，一来吼，伊也是环境一直歹，袂较进来吼，但会造成甲这污染现咧大呢。电力就是用政府来甲你征收这个土地嘛，啊你要征收的人，譬如讲公告地价，哦伊就来征收呀，哦。 几乎每个人都对政府都有怨气啦，但是敢怒不敢言啦。政府为主要为着讲国家的经济，讲哦，在台湾1800万，迄阵啊，李摩讲啊，讲台湾1800万人口，没办法每个人都照顾很好，所以某部分的人要牺牲，所以我们后进人那时候就再牺牲25年。 我们并不是说前几十年都没做什么事情，事实上从79年郝柏村院长这个25年迁厂计划之后，陆陆续续找了很多地啊，找了很多地都没有成功了。基本上，高雄牛场在去年年底，12月31号之前就依照政府的承诺，结束了所有的生产业务。事实上，我们是提早了哈。 在11月1号就所有的联厂都停止生产，更早期是在84年、94年，哦，就第一期、第二期，哎，都会依照政府的这个承诺啊下去执行停产的一个时程了哈。那到去年年底全部停了以后，现在五金这一块哈。
事实上外界是没有很了解，事实上这个高雄牛场不只是有武清这个工厂，它事实上大大小小当时有四十几座工厂，武清只是里头比较具代表性比较复杂的一个工厂。反对五金啊，这是手段而已，不是目的。反对它中有哈，它所有工厂的污染问题，这种他们还要另外加盖一个五金厂，我们就拿这个做诉求点，就攻击这边，来带动其他嘛，叫他们来赶快把现有的污染问题哈改善。嘿，政府，咱的缴税金是要安怎想办法来保护百姓，含造福百姓。啊，恁这都无共，恁这卡是政府啦。在我的印象，小汉的后生都山明水秀，好，哎，鸟语花香，安尼水到要死。尤其到这个迄落好景时嘛，阮都小汉都拢总伫遐伫咧耍的。你我细汉后生是后生，客水拢会接一啦。哎，进五轻迄个所在，迄拢远啊，袂遐清秀的啊。阮遮迄阵的水吼，拢是半边看迄边安尼流落来的水吼，因为转运伫迄边来的嘛。啊，像我伫食迄水足好诶！三货叫做环境诶物件，嘛是戆戆啊，啊来遮钓鱼啊。整个后进溪的污染源的第一站，就是从这边。这附近这嘛，弄进去了农作物，啊，整个生态系啊，哈，好，非常非常的活跃。啊，但过几冬后，规个伊只着头一个对遮来，你茫看讲迄水安尼清清呢，顶一段期间着有一个迄个学者嘛来摕遮水去做检验个对啊，伊只氯磺已经超标一万倍，啊，红个溪累了。一对对，就是对迄个后壁，阁是第2000公顷的农业区遐，人伫遐在引稻啊。较无遐严重啊，但是因无伊一般人无伊了解，讲伊迄内底的物质啊，是蚊啊会去伤害着人体。伫遮的地点是好进溪的下游，有一挂厂来的时啊，就拢开始规抓，到遮是根本拢种无鱼啊啦。无过即农产物吼，服务无去个啦，吼、哦、啊，迄个做死个死，若无死个，哦，互佫法院着共补贴迄个做迄个肥料啦，哦，互人佫落啊，互伊佫清淹啊，后壁呾佫来种安尼啊，但是迄块菜拢袂大粒啊。三条拢看是，但是收底啦，伊着来讲，无人搞较无安全，你知影无？人搞知影。你较早以前去吧，你也是只啊伫坐，你会感觉讲，比如讲。某某里长，恁家的瓦斯像咧无关哦，其实咧拢是外口的风投入来一种错的。大概就是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然后再拿一颗臭掉的鸡蛋放在那边一起闻，那个感觉，再加那个那种硫磺味，
就是那个感觉。我形容的这个状态大概是三年前，就是他们当时已经降产很多了。我想这一点是我们也跟地方乡亲致歉的一个部分了哈。事实上有好几次工厂因为设备大部分那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个事故的时候，我们会本着公开透明的一个诚信的一个原则，向乡亲来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报告，说明事件的一个原因、事件的过程，那包括我们会提我们的检讨改善方案，还有防患对策。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怎么样来杜绝、来防患，所以我们会提出一些改善对策。那我们也欢迎乡亲到厂里面来看。像事实上发生状况的时候，我们不会隐瞒，我们绝对是采取 open mind 的一个态度。居民在我们的新北门，如果有一些抗争难免、抗议难免我们会引导他们进来事故的现场来向乡亲做一个很详细、很完整的一个说明，让他们能够理解这个过程中，那不用继续有那种操心有一些余力存在。一定有拢无伊个心哦，拢无想要改善迄种心态。伊表面上讲想要改善，事实拢无改善啊。永远地下水原在油会流啊。伊个以前是帮伊大溪落个，因个油啊帮伊大溪落，后个溪落。地区居民在中油跳电时排放废气燃烧的第一时间紧急拍下照片，从燃烧塔窜出的大火也被正在开车的民众目击。烟囱在这边，这个就是火在南子路桥上面。中油厂区内的重油脱硫工厂气气爆炸，又是后进居民的一次震撼教育。中油人员关闭管线，直到清晨5:20，火势才得到控制，幸好没有人员伤亡。经过调查，初步推断是丁二烯除草管线起火燃烧。由于丁二烯属于第二类毒化物，目前环保局依空污法寄出100万重罚，并勒令停工。高雄炼油厂的第二座第一硫燃料油工厂，那我们现在疑似了哈，疑似是在D2004的底部管线破裂，那引发可能里头有氢气嘛，所以引发了一些工人事故。透过历年来的资料搜集，市议员黄时龙细数中油炼油厂污染后进溪水的罪状，他并且扬言每抓到一次就告一次。因为长期来看，造就我们后进溪污染那么严重了。中油实在这个国营企业实在公开实在很丢脸的，一个国营企业应该是国家的表率，企业的表率，它是国家的企业龙头，伊拢家号称国营企业龙头，电源全部污染拢头白。事实上，我们必须强调，中油都是烧最干净的能源，我们尽可能在烧天然气。其实这一块，中油是一直在为这个环保在做努力。我们使用最干净的能源，我们几乎是烧气，那当然完全没有烧煤炭的一个部分。那除了用最干净的能源之外，事实上这几年的一个制程，我们都采取最佳可行可控制技术的一个制程。那这种最佳可行可控制的制程，这样子一个技术，它简称做 VACT 嘛。这个 VACT 这样一个制程，它其实对整个安全的提升，对整个污染排放量的降低，是很明显的，比早期的制程设计来的进步很多，污染量的排放量其实降了很多。所以我们在制程选择上其实就考虑了。那再来，这几年中油公司投入节能减碳的一个软体硬体都相当的多。
开始烟囱遮高啦，啊，第二啊哈，是迄地下水啦，因即摆国家到了最后啊，伊即摆甲用海洋放流管啦，直接拄啊排对海出去啦，就拄啊对蚵仔寮遐个迄个海出去两公里，遐原接即摆顶多搁较无人伫监督，迄个光线内底无人看。要关厂的三四年前吧，迄阵搁我接，迄阵足接伫头房，但是伊经过污水经过处理，到底伊的成本偌济，咱是毋捌啦，咱毋对迄无来人，咱毋敢甲讲迄啊，但是伊个事实，有头房迄种污水的物件是足济摆，实际有甲掠着足济摆。因为地下水是流动的，那所以污染区的地下水还是会往外扩嘛。那他们就是其实都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阻隔它污染的扩散，那也就是说这个污染场子可能会伴随整个高雄，就是可能几十年一个世纪等等这么久或者更久的时间。秀出一张张黑白照片，全是后进居民当年为了抗争武清做出了牺牲，其中许多人现在都已经过世，但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好不容易盼到了武清迁厂。不过面对中油对于厂区的规划，议员黄时龙质疑中油还是不愿意放过后进居民。伊是安怎个在挂这些利人才来研究大楼啊？中油的土地归属目前还是不明确，虽然议员黄时龙建议可以采用德国鲁尔工业区的方式将园区打造成生态公园，对中油提出的迁厂后土地运用规划没有信任感。迁厂就是不能打折扣，第一点，中油伫个即个所在长期的生产对咱的土地其实已经是负量，一定爱提出计划加速的来完成。大家长期以来啊，对我们的中油其实是信任度已经不足了。紧邻武清厂区的凤屏宫周围挂满了反武清旗帜，甚至围墙边还推出反武清25周年纪念特展。如今武清正式吹起熄灯号，对居民店家来说，脸上没有太多的兴奋，只觉得空气逐渐变好，并期待赶紧活化土地。事实上，这个高雄牛场不只是有武清这个工厂，它事实上大大小小当时有40几座工厂，武清只是里头比较具代表性、比较复杂的一个工厂。好，那现在这个工厂停产了以后，我们在规划做整个增厂输出。哦，那当然，国外最有兴趣的就是武清，因为武清才20年左右，正值壮年哈，所以它的状况其实非常的理想。所以基本上这一块是在做增厂输出。那还有。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些土壤地下水整治的一个工作，哦，那在整个厂里面也有规划一个土壤地下水整治的计划，送到整个环保局再去做一个审查，只要审查通过，我们就会分区来展开这样子一个整治的一个工作。啊，要讲因真正有诚意嘛，咱是不敢妄想啊。那个官方的啦，吼，迄不是咱只台湾的，尔大家的，全世界大家的官方啊，拢会呢啦。因为这个厂实在太大了，吼，没有办法，而一个厂商就把它吃掉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分做几个包，分做几个区块，好，依照土水水文的一个走向，好，让在上游的部分，到下游的部分依序来做一个标售，那这个标售当然。地方
霍金乡亲是有很高的期待，就是说，希望我们早一点把它拆完，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朝乡亲这样子缩短，拆售年限的这个时程在努力。那首先我们在这里头，会优先来处理的是，在比较靠近乡亲的北站的一个部分。这点伊得搁熬万元啊！讲开迄阵，伊的承诺就是25年就要拢搬较清楚啊。到25年到尾还在跟动工，动工无遐多，等到迄个时硬甲讲，伊才停起来。啊，停开时间要互拆，当然俺嘛爱有时间互伊拆吼。时间有够，因地方是讲你随甲搬到了，若要讲开是25年1804年12月31日就内底拢情况啊啦。结果伊无敢量，啊无敢量，再来讲到尾啊，吼，伊讲要3年拆较清楚。一两张当时有阮答应讲，要做偌久要签，有阮答应，吼、哦。伊讲10月伊会阮恢复，会写计划书来就对了啦。结果副总会开会是陈明官宣布，讲因执行长讲的话无算啦。对，啊你听到啦，那你当事人你听到会安怎？啊伊要搁留11个，结果伊开出来的单，伊是要来留到。民国几年？刚才留到民国113年，然后又有个单书，如果来不及的话，要到115年。吼、哦、啊！你104年牵扯个既定的事实啊！你搁冤老油做点样用啊？区的设备，中油公司可能在找买主嘛，所以那些设备要卖去哪里的问题，那在台湾看起来是没有空间嘛，所以有可能看起来他们都一直要想要卖到国外去。啊，第二个就是油槽，啊，油槽理论上讲这是整个生产设备的一环，所以霍金跟我们就主张说，你就应该要当时承诺就是一起把它解决掉嘛。那第三个就是这块土地要怎么办？那这块土地要怎么办？现在就是过去几年来，我们跟后进社区都提出了一个主张，就是要转型为生态公园。年半至两年，这是拆会开的物件，要甲你明仔载拆了，这是无可能嘛？哦，啊，阮有时间给你，年半至两年，你敢拆个全部清楚？哦，北站啊那边的一个8座油槽跟2座水槽，是我们目前率先啊在做拆除。标售的最优先的一个地区，哦，那这部分我们水槽的部分，为了展现我们对乡亲的诚意，我的水槽会自己赶快先去拆，哦，那油槽的部分也清理完毕了，那会最快的来做一个拆售的一个动作。我想这个北站是最紧邻后进社区，如果我们这边有一些拆售的一个很积极的。作为的话，能够对乡亲展现最大的一个诚意。那我整个这样子一个拆售标售，我希望在106年的年底，我努力在这个时间来把它完成。啊，你当时你行政院写的公文就是讲25年后要完成签嘛，对阮后面人的承诺啊，对吧？104年签场，人登记先。吼，伫遐等你，等你25年到。阮后面人足侪人有这种心态，等你二五年，好不容易到啊，你原在要搁硬要搁白菜了。我们这边其实在过往也希望能够做到迁厂嘛，所以迁厂就是说我希望我的油料能够到什么地方去，我的石化能够到什么地方去。去年年底为什么只有执行官厂？哦，那事实上我们早期是往迁厂在努力，那迁厂不成。导致最后变成一个官场。
其实他们对国家没有什么再大的贡献了。咦，就那不知道哪讲的，讲中油停起来，讲六十万人口，讲没地方就业了，讲国家的经济讲会损失几千亿了，那我们把无啦。我们是很不信任中油了，这样坦白说，那这个不信任有一个历史因素嘛，就是第一个长久以来他就对地方污染，那后来当然中油也宣称说他们做了很多的整治，那可是在这个整治过程中，他还是常常发生一些意外。我绝对是坚持，这地绝对无可能量的，一定伊爱甲，即马他拆甲无半地，啊来做生态公园。哦爱好钱，哦爱好钱，不要无亲。或者告诉爸爸，或者告诉妈妈，还有亲，还有亲。